请讲师慈悲，请到一鞠躬，躬到一鞠躬，讲师好，讲师好。各位前贤，请坐下。首先感谢上天慈悲，师尊师母的大恩大德，还有亲人的五大牺牲，一手大心的护庇，然后亲人点完师的在北大获选有学习的机会，还有在座各位前贤提携和鼓励，让后学有机会在讲台上分享一下道歌。那今天后学要讲的道歌是勇敢奋战行，等一下。
咱这个灵性住伫遮，所以爱定力、定力通侪行，为众生唔惊狂风暴风不无恙，为众生无惜一切苦行去。那是其实对阮拄只一个，比如王讲师有讲到，有啥物有爱后悔相修，有啥物爱后悔相修？因为阮怎啊，阮这个时期，毋是去上一只，上一个负责安阳去，青阳去，青阳去爱去行山，啊，然后离寺庙咧叫修去。阮怎啊，这个时期爱听的是。阮遮即个爱修的是菩萨，就是菩萨行。要安怎修菩萨行？就是上闻佛法，下度有缘众生。上闻佛法，下度有缘，就是为众生不惊空空无有用，为众生不惜一切苦行去。阮即个需要做的是这部分。阿弥陀佛，名利，名利，互阮的后辈享受。上重要一点就是，阮定讲六度万行嘛。那阮个六度观行，第一项是布施，布施。那布施有啥物？就是三心二意并力。那财施，阮常常强调，阮的财施是啥物？财施强调一点，也使做到一点，就是格物。格我们的身外之物，格物。身外之物啥物？阮怎啊穿的衫？阮怎啊穿的？所以阮遮所有诶钱财，阮遮所有诶阮身外之物得物，比如阮有时阵会看到哦，阮足介意即项物件，我足介意食即项物件，但是阮即个介意，阮其实无，阮其实毋免食物件，但是阮需要诶是，阮即个肉，阮要用即个肉体需要食物件，透过食物件来养成阮即个肉体，那所以就需要来借由财施来补足阮诶贪。因为法师，法师不是像，不是只是像阮各位真诶人，像咱大个会使法师。阮只伫厝诶时阵，会使用笑容，甚至安慰别人，这种是种法师。有啥物安慰别人是种法师，是因为这个人有啥需要安慰，因为伊诶烦恼、伊诶痛苦，所以需要人安慰。像阮一寡阿公阿妈、阿爸爸爸妈妈，或者个弟囝。来，无伫学校是安怎无欢喜啊？无快乐安尼转来，就心是一看，知影讲啊，伊搁咧无欢喜啊，伊搁咧痛苦啥物代志啊？可能伫学校搁是过了无好势，还是可能上课时阵无说害人安怎受伤，无朋友安怎的代志，所以转来一个朋友，伊就看着伊无欢喜着。啊，爸爸妈妈死的时阵，啊，看我这时阵做啥？会问嘛？问讲哦，你怎安怎？啊，怎啊？你伫学校安怎？会问。这是一种安慰，会使互伊透过即个话语之间，互伊知影讲，要安怎重回伊快乐的快乐的那颗心，就是阮的所谓赤子之心。食就是阮的五味师，五味师就是阮的身体。阮透过阮即个扫地如何家来平衡，扫地如何家。或许有听到，因为今或许我带伊无识跑，然后有一个学弟伊讲会去看一挂持训，啊无是一挂先火手者一挂训。那伊中伊讲到一个
阮像阮咧扫涂骹着，阮伫有当咧扫涂骹，也是咧擦窗户啊，啥物即无谓事啊。其实阮扫过一块一片涂骹，有过人行过，就代表阮有行过人经过洗的，即洗的，即洗的用的。所以无谓事，嗯啊，只是阮像阮平常时安尼看安尼，哦，阮都只是扫涂骹啦，啊，阮是有涂骹，伊有影，会使隔即个。这个神的应该可以透过我们一个付出这个时间里面去净化自己的内心，所以三思平衡很重要，所以需要破慧双修。我们还可以知道我们了解说这个菩萨他的心怀，他的那个佛位德位，那接下来就说到万中万多义地边边无了美好的真理。伊嘛，迄个这款老师嘛讲着，伊万多伊的初衷就是为地，阮的初衷，阮的初衷是啥物？阮来到一个，阮来道场去修行，要求道求完了，甚至可以请靠。是为了什么要来求道，要来修行好？是为了什么要来修行？修行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自己呀嘛，还是为了众生的利益？这些底，这初衷，会因为每一个人对家己的对这个道的体认、体认，对这个道的体认无不同，你产生不同的初衷，这个地上，所以必须透过慢慢的三心平衡、破慧双修，让咱互家己的地这个初衷愈来愈侪，这个愿愿力也愈来愈好。那接下来，搁跟陈同来搁做一下，这功平山殊道理，诸理运行。伊问何茫漫川，为何道不管？是你寻痛苦滋味在心头，多少的念念挂怀用心所。啊啊！再叮咛，再叮咛，心爱道，保重心宏杰。迄个，才有讲到济公老师伊个做班弟，伊问何茫漫川，其实。伊即即即句即几句个做明显讲，其实只讲是伊伫天山，伊伫离天，伊伫天山咧等，但是等落一天，多伊遮济，但是敢有？咱真正每一个多伊，拢会使断伊，无一定，伊拢爱透过修炼、修炼，才会使真正改变。那但是伫修炼过程当中，一定会拄着遭遇着临时问题。可能每一个因素问题拢会造成无共款个概念，就是阮个理念无共。做者像阮伫火车站嘛，像阮伫火车站，做者决定呢，因拢是对无共款个家庭、无共款个倒一区、倒一区台北啊，啊无台南、高雄啊，每一个所在来即间学校读册，然后共同伫即个火车站伫即个活动内底。见面在做代志，共事嘛。但是，每一个人的观念拢同款嘛，每一个人来修行观念拢同款，无同款对无？啊，所以当这个观念、这个理无同的时阵，对争执。那争执来有啥物？因为人的理，还是都无一定，因为阮对道理的体会无可能遮，阮对道理的无可能遮深，所以人的理无一定是道，所以会因为家己的质量无同，然后去交发生一些争执，所以所谓的人事问题。那这人事问题的时阵，要讲啥唔对，无法度讲啥唔对，这是是非嘛。
动物咧争执的时阵，就是动物在是非之中啊，向对向对，迄种迄毋是重点，是因为阮的心有去宽容别人、包容别人，所以害这人事问题。人事问题出现了，会影响啥物？会影响阮无咧无想要伫个道场修行吗？当然不可能。所以济公老师的攻三不离，哪三不离？善知识，不离善知识，不离经典，不离道场，还不离三不离。那我们若做着这三项，在济公老师的讲了，是离愁痛苦滋味在心头，多少个惦念挂怀向谁诉？在叮咛心爱徒，保重身康健。这嘛讲到，伊的这惦念啊，伊嘛其实济公老师嘛是会借由这道歌。在持续，然后我们了解讲，伫这人世间要修行，要安怎，伫这道场，伫这过程当中要安怎修行。那透过这个圣训跟持续，然后嘛，我们了解讲伊咧挂念佛，所以上重要的就要求保重心同格。我们要做这个三心并行啊，要做这个不会双修，上重要一点是啥物？要有健康的心态。健康是拢是重点，无健康身体，一切拢是弊，拢是就是迄、那个。难道讲过，阮赚着足侪钱足侪钱无？可能是1亿啊，10亿啥物，拢是足侪钱足侪钱足侪钱，点点点点。那这身躯就是这衣，这衣无去了，一切拢是空衣的，拢是弊的。所以上重要就是爱阮有这身体爱保重家己。我家己的日常日常生活当中，有待人处事当中是依循着这个义、这个道去行去做。嘿，那阮遮就是来听一个这个道观。最后，最后的回响的。